治疗糖尿病效果良好，上大爱台节目畅谈心路历程，没想到被不孝业者移花接木，截录照片作为宣传广告，莫名其妙变成代言人，让他很生气。我自己现在那个心情也是这样子啊，我没有吃过这个产品，所以我不想为这个产品背书，然后这样对我是一种伤害，对我的朋友也是一种伤害。病人控制得很好，是根据他接受医院的以及医师的正确的治疗而获得很好的控制。赖先生还到这家业者脸书留言，请你盗用我的照片，请你把那个删掉。台中慈济医院治疗成效已经不是第一次被盗用，院长简守信5000集节目《大爱医生馆》也曾被截图广告酸痛药部。这些案件我们已经提告在司法的这个程序当中，那目前的这个案例我们也正在收集相关的讯息，也会协助进行做一些司法上面的一些评估。台中慈济医院特别声明，没有为任何产品背书，呼吁有病痛寻求专业医师治疗，不要相信夸大不实的广告。大爱新闻李亚平、郭继宗台中报道。现在人